三、二、一，直接二技能沉默，往这边靠。40秒钟走出红区，1分10秒钟走出蓝区，2分钟之内拿下对面射手的人头。我们开始计时，好吧？2分钟之内直接拿下对面射手的第一个人头，这就是打野伽罗的威力。我一定要让大家看一下打野伽罗的威力。来吧，准备好了吗？这边存点蓝先，一下、两下、三下、四下、五下、六下。二级的混走位他有闪现，交闪不杀，没关系。他以为我走了是吧？是不是以为我走了？从我这边绕一下，你能怎样？还有30秒钟，我这个计时好像有点出问题了，兄弟们。2分钟还拿不到一血了，他不敢出来，我也没办法。他出来还好一点，他不出来，我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。直接拿下一血，买一送一，能买一送一吗？很遗憾，没有买一送一，但是没关系。我觉得吧，直接给我坐下，好吧，没在这边，兄弟，预判失误了，没在这边，那我也没有办法，兄弟，我也很无奈。二技能接你一手，沉默打出来，赵怀真的大招，哇，这威力有点恐怖，我直接回城接一下小迷。接一下这个小迷，中路有个残血，我真的有点心动，说实话。我们需要去拿一个，把这个红给收掉才行。啊，我看一下，影刃直接出吧，这把对面克制我的英雄有很多，我们不能再去出电刀了，出电刀确实是有点刮伤，只有那种队友全对面全是脆皮阵容，我们出电刀可以打出那种很不一样的效果。但是这一把对面有个召唤针，还有一个肉铠，就冲这两个，我待会儿还得奖励他们一个破军，说不定这把还得奖励他们一个破军。直接上，兄弟，没事没事，有我在没意外，兄弟。打野打什么？没有打野，我伽罗就是打野。小明带惩戒出宝石，然后再出一个小的打野刀，边路是惩戒白起，白起出一打打野刀，但是打边路，这样的话小明的打野刀是不会蹭到我们的经济，而且打野相当于是一个正常打野的速度，这样我们伽罗发育的速度就会非常快，而且我们是带了一个闪现，就是我们一级1分10秒钟刚好，1分10秒钟刚好走出红和蓝，对面打野也是1分钟走出红和蓝，效果是一样的，其实暴击减速拉扯，我有红没关系，可以黏住，直接黏住就行，一下普攻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走吧。还有一波兵线，这边还有一波兵线，没事没事，上无尽吧，直接上无尽了。或许千年后有人会再起，别着急别着急，只要有我在，我必定护大家 一把平安。这个蓝我要收的，我们是打野，该开龙的时候龙也是要开，不能就是说在那里干看，该开龙的时候千万是要去开龙的，不要只打野不办打野该干的事情，节奏是要带的，线也是要蹭的，人也是要抓的，龙也是要开的。3900对面3500，追的还挺紧，兄弟，追的确实还挺紧，稳住好吧，心别慌手别抖，跟着我的感觉走。这个龙也可以开一下，两个惩戒直接开双龙，红和蓝都在我身上，快走兄弟，救我，救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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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回城，原地回城，快点，完了，赵怀真在这里，兄弟快走，
休想再前进一步。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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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出事情了。就是赵怀真，这个英雄在高端局是根本放不出来的，一把都放不出来。但是听说有个好消息，听说赵怀真是被削弱了，今天是被削弱了还是说过两天被削弱，我也不知道。反正这多少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好消息，好吧？只要赵怀真被削弱，对我来讲那就是好消息。稳住稳住，5700，对面是4700，有机会的。这把机会很大，我们家是顺风。暴击减速一下两下，往后撤，快走，闪现拉开，肉铠贴脸，不是我死就是我亡，兄弟，肉铠贴脸只有一个结局，就是我掉点。别着急别着急，6100经济，对面是5300经济，他们的经济追得很紧，我们家只领先了4000。干他，揍他，小小干将岂敢在我面前放肆，封神之力已开启。好，我们现在用最快的速度，用最快的速度去升等级。二技能打过去，逐日之功已经做出来了。大招正在了攻往太平之路。稍等，暴击减速，逐日之功，大招一开，一下普攻，两下普攻。肉铠肉铠，小心拉扯他，有红 buff 直接80%的减速，80%的减速。他跑的是真的快呀，这凯开大招跑这么快的，我都追不上他。别着急别着急，哇兄弟冷静一点好吧。7800 6800，我拿一个红，准备打一波节奏，咱们准备打一波节奏。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虽然说对面有两个英雄很克制我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就是要逆天而行。逐日之功一开，来吧，暴击减速拉扯。哇，这个老六我也是服了，被这个老六蹲了，拉扯一下，80%。没事没事，跟着我的节奏走。请求集合，这一把可能是需要我们去做一个制裁。请求集合，开个龙开个龙，技能已经好了，这龙直接拿捏就行了。哇兄弟你这干将，我们得再开一个龙吧，开个双龙吧，怎么样？直接开双龙。好，这边靠他们这个龙可能会抢一波的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们会来抢的。我们假装打龙，实则等待对面过来，准备开一波团战。逐日之功一开，暴击减速拉扯消耗，一下普攻两下普攻。没事兄弟，三下直接秒，这就是伽罗打野的威力，好吧。现在已经可以做到4件普攻，一个满血的干将，凯在后边，这凯已经绕后了，救命救命，我拉扯不了他，我拉扯不了他，救命救命救命，救我一手好吧。他不敢上，他怂了，8-0已经超神这一把。请求集合，我要拿一个红，没有红，那对面有蓝，我要拿一个蓝。开启关闭大招，你小子直接抢我的蓝是吧？这个蓝我得拿呀，这个蓝我必须得拿。虽然说我们家有两个法师，但是我比他们要费蓝，我的消耗量比他们要大很多。就算我们伽罗拿了蓝，其实也是不够用的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们没有蓝的时候不够用，有蓝的时候其实也是不够用的，因为你的需求量变大了，所以说它就不够用了。逐日之功一开，
开大招没有用的，我直接秒。小心小心小心，救命，差一点差一点就给我秒了，兄弟你是真狠呐、啊！小小凯很肉是吗？往这边靠，往这边靠。干将能守住吗？他守不住的，我直接给他秒了。关闭大招提升一处，直接冲，往前冲！一二，交闪不杀。我没想到他会直接交闪现，一个三起，一个干将。往后撤，别着急，复活了，他们家都复活了，暴击减速一下两下，我有吸血没关系，没状态了，快走去补个状态去。哇，小明差点被爆死，跟着我来，帮我吸口血，吸口血，小心，开个龙一波吧，开个龙直接一波了。还别说，对面干将守家还守得挺猛的，你别看一个二杠四的干将和一个四杠三的鲁班七号，他们两个守家我们还打不进去。准备一波吧，咱们把兵线顺过来，直接一波压过去。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原地开关大招，暴击减速三下普攻，秒一个先。鲁班七号往这边撤，闪现拉开，不用交闪没关系，后边还有个凯没关系，暴击减速跑掉了，这个凯在断臂线，黏住他，黏住他，别让他跑了，别让他贴我的脸，兄弟不要让他贴我的脸。那么好，直接一波关闭大招，闪现跟上，让我吸口血，让我吸口，让我吸口血。14-0，一次点没掉，这一把拿捏了。